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继续为您转播的是在新加坡举行的2011年女子乒乓球世界杯的决赛，是由丁宁对李晓霞，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局。黄领队感觉上就从第一局的最后两个关键球，就李晓霞的这个处理啊，觉得人在场上的那种就是不够强悍，不够硬朗。对，你说的就是不够果断，或者简单的讲，嗯，所以这个就是包括他在昨天晚上对冯天薇那个球一面也是会出现的，就是、王月谷对吧？我对王月谷那场球一面也是出现这种，就是说当他怀疑自己的时候。或者紧张的时候，往往有的时候出手就不果断了。他的球质量一下降，就明显能够感觉出来。对。这场球我们也看到，就是从回合的角度来讲，也不是算很多。从目前来讲，那不多，就是往往两个队对于一个队之间互相打的话，他们确实还是比较熟的对球路。所以那你看双方给的点啊，都是让对方很难受的。越了解的这个对手，对，越难打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回合并不多，而且从其实有个规律，从比赛来讲，往往有时候一些大赛的时候，最好看是四分之一，世界比赛的时候，啊，我觉得真正到了决赛的时候，从精彩场面上的话，因为大家都想拿冠军，都很紧张，出手都很谨慎。那往往这个四分之一的时候想法还不太多，对，还不太多，到决赛最难看，对，所以往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球很精彩很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转进攻。现在就是感觉到丁宁很坦然很自如，并不是说丁宁发挥的有多好，但是反过来呢，小霞显得人呢软了一点，对，就整个人的这觉得就像还在还是心态上生病当中一样，就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还不能释放，嗯，还是显得重一些，啊，那我们看丁宁相对在场上就显得轻一些，这个人。其实像这样的球对我们来讲啊，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就是说
不管谁拿冠军，对吧？冠军都在我们中国队这里面了。但是对运动员他本人来说，那他的意义还是区别蛮大的，对吧？就是他，毕竟他有竞争，他有积分。而且我们看到在 G 阶段，在三板和四板之间的这种衔接方面，丁宁处理的比较好，失误比较少一些。不管他攻还是防啊，这个或者说转换，这个失误比较少。那小霞呢，相对失误就比较多，在第三板和第四板的时候就失误。今天到第二局啊，这个小霞的方方面面的无谓失误非常多，现在是落后四分。主动进攻的球呢，一个是下边球不够凶狠，抢点抢得不好，那么上边球的这个连续呢质量不够高。大家看到这个反手发力完之后啊，第二板这个球没有碰到，根本就，也就是说他对球的长短判断是失误的，不准确。丁宁11-5又拿下了第二局，现在丁宁是2-0领先。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后面一局李小霞必须要豁得出去了。他就像他跟王月谷一样的，林彪落后的时候上来以后，他能够释放出来，把这技术水平，对吧？真正打出来，那可以。他如果还是这么一个状态下，那他今天挺难的。我觉得现在小霞首先啊，要把这个气儿，就气啊，要提起来。现在感觉这个皮球是瘪的，首先它不够饱满。其实每个运动员的这种紧张以后，他的这种表现是不同的。对，就像小霞这个呢，就是他一有想法呀，或者一发挥不出来的时候，他人就显得闷，是吧？那么有的人呢，就是说他紧张以后，他会可能叫啊，或什么各种各样的，都会这种。性格不同，就其实就跟那个喝完酒之后，有些人表现，有些人他表现就话特别多，有些人表现就没话。没有话。有人喜欢笑，有人喜欢哭，所以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。对。这个球我们看到又打到了板边上，通常打到板边上有两种原因，一种呢就是板型太压，这个球过于压这个拍型的话也容易打板边，第二个呢就完全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最理想的击球点，还是板边。打板边呢是两个方面，其中有一点就瞄球特别容易打板边，有的运动员在一紧张的时候，他往往容易瞄球，等球瞄球，一瞄他就板边了。因为人在顺的时候，往往他的动作结构、出手都比较流畅。
往往在决赛当中，如果是中国队两个选手自己相遇的时候，我们华队教练就不再做场外了。好的，好球，好球，反手发力侧身，这个球我们就常说意识是很超前的，就是反手定睛想在发力斜线之后接着侧身，但是这一板反手的发力有没有真正的打出角度，打出质量，真正的产生机会，现在没有产生机会。刚才这个球丁宁等于是盲目的侧身，丁宁放高球，投过去了，好球，还有丁宁救起来，